说好，这关不好打，这关蛮硬的。天动仪的力量果真巨大，现在逆元封剑包围了整座楼兰城，幽银聚于天顶，宛如将楼兰城罩在无边暗幕之中。这正是引照暗星的好时机。令离，你到我对面的月之位去，待会儿和我一同念动你的本命星祭都的真言，开始施展降妖之仪。你还记得吧？对面祭都的真言，我知道了。他根本不知道祭都真言，没魂。冰凌，你是怎么了？我已经引动了日位之力，轮到你念诵祭都真言了。祭都的真言，我不知道。糟了，我太大意了。由化魂所复生的冰凌，并不记得祭都的本性真言。如果只有罗喉之力作用，这样下去会……刚才的震动是来自于地下的天动仪。糟了，刚才的赵星法仪行驶到一半未成，会不会因此是天动仪起了什么误动？罢了，只有罗喉真言是无法完成此仪的。我还是先回去地下层，看看天树遗作的大家是否安好。天书一座，操控天动仪的枢纽，这是让幽银回返人世的关键。没有了那些兔崽子的妨碍，尊神的愿望马上就可以完成了。罗侯之子，只要还有十轮尊者活着，就绝对不会让你的妄图得逞的。安法里耶摩诃毗卢遮那。全部倒地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何我的真力无法聚集？愚者，你虽为尊神的无暗幽炎所焚而能不死，你身上的神器早已被尽数化聚，此刻你哪施展得出大日真言？给我乖乖的在那儿看着吧。等等，这感觉是……啊，看来和我同出一魂的那兄弟也来了。全部都倒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倒在地上，生死不明。夏侯仪，快阻止他！如果让他开启天幕的话，一切都将万劫不复。皇父堡主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夏侯仪，我对你很失望，没想到你会如此愚蠢。你背弃自己的天命和尊神的托付，投向这些苟安于今世的兔崽子，而且还想修正偏移的石鬼。你早已没有资格当罗侯的祭使了，而在你连见识都已失去的此刻，你去不了罗侯城，救不了这人世，也保护不了你自己。皇甫堡主，你还是没放弃夺占天动仪之徒吗？你也知道的，没有幽银之戒的力量，你是动不了这一切的。我不需要幽银之戒，托你在观星台引照两暗星失败之福，从天幕反冲的逆元之力和幽银尽聚于此，化为天书遗作上喷迸而出的幽炎，不但替我解决了此地的所有人，我也因此获得尊神幽炎的系礼，蒙他授予祭剑双使一切的潜能。暗杀真言，皇甫堡主，你真的和我共有一切的？还记得我在华雄殿对你说过什么话吗？霍雍的魂魄在转生之时一分为二，分别转生为我和你，所以我和你共有霍雍的记忆，共享着暗星罗侯的力量，
我唯一没有胜过你的，就是冰离先选择了你，所以你成为了幽银之界的主人。罗侯的使者只能有一个，而此刻的我所要先做的，就是实行尊神谕命，将前任的叛徒和其一伙彻底从这世上除掉。三师兄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三师兄了。现在的我是重生为罗侯使者的黄甫申，而你们的命运就是死。这是尊神的意志。三师兄，我求你醒过来吧，我不要看到你变成这样。风女侠，罗侯之印的力量已经牢牢控制他的心神，更不用说他本来一半的魂是来自于幽暗，以他现在的样子看来，只怕是无可挽救了。风女侠，你要有最坏的打算。风姐姐，如果你不想和皇府堡主动手，尽可现在退出，我绝不强迫你。不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我的三师兄了，我不可能坐视他变成罗侯入席人世的马前卒，更不可能看你们伤在他的手下。与其这样，我不如亲手把他干掉。啰嗦这么多作甚？你们一起受死吧。一定会叫一堆怪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便一决雌雄吧。且看这回天命选择的是谁。这个魔皇武神就难打了，硬。非我无所取。三师兄，你可还记得中秋月圆那夜？死！都给我死！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执迷不悟的龙妈。曹庆领命。刀剑无言。归心。事不宜迟，神魔共此破。事不宜迟，雕虫小技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神魔共此破。恭喜！
力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没有，哎，防御两圈，神魔共此破。变化角到这里，一圈两圈，神魔共此破。变两圈，曹气领命。这样还是中了。神魔共此破，神魔共此破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想说两拳抽杀就没抽到，领命。哇，好险！我们是用毒毒他，毒他是很有效的。事不宜迟，星游万象，曹气领命，刀剑无眼，追击，雕虫小技。想逃，毒都毒死你好不好？我画黄泉是怕毒啊，毒就有点痛。吃毒就扣超快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赢不了你们？有毒有烧花，很快就死。为什么？为何我必须承受这一切？为何我总是被摒弃在人世的一角？宿命啊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了！三师兄，我求你，求你快醒过来吧！哈哈哈哈哈！连尊神也改变不了的话，就由我来改变。跟我一起毁灭吧，我的另一半兄弟和这九魂天动仪一起从这世上消失吧！糟了！没想到他的真力竟然能毁了星轨刻盘，没有了他，挂掉了，运转中的天动仪之力便会完全失控。哈哈哈哈！就这样，将这段被诅咒的宿命做个结束吧。大家留神！我全死。这是结局之 ending， 全挂。这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。我的左手，我的左手怎么没了？
是你戴在左手的幽银之戒将你救出在逆缘坏界中崩毁的天动仪中枢，但是你的左手自然是承受不住戒指真力的权力施为。罢了，不过是少了只手掌而已，这不算什么。可是天动仪中枢在逆缘坏界中崩毁了，罗兰城就变成了这样子，大家呢，风姐姐呢，古大哥呢，还有倒在地上的其他人呢？晨光，他们都被留在瞬间吞没周遭一切的幽界中了吧？事出突然，我来不及救出他们。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？或许是两颗暗星偏乱了输续时律之后，也改变了天命的流向之故吧。不动尊者，真高兴看到你平安无恙。其他三尊者呢？诸派掌门可都安好？天动仪崩毁之时，只有我侥幸从坏界中逃出，其他人自此音讯全无。所幸在八年后能看到你们平安归来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过八年，八年，尊者，你是说直到我们再次醒来的这短短时间中，人间便已经过了八年？今日离当年天动仪崩毁之刻正好是整整八年，像是天动仪崩毁时的重振偏转了十轮，与你们虽只是短短半刻钟，人间却已过了八年之久。所幸自然之旅何等奥妙，这巨灾的反动不独冲振了仪轨，也正巧将它推回了原位。唉，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，早已注定这一切会以这种方式收场。胡说，什么鬼天意的，我可不承认。就算是再不可能，或许大伙都还好好的在那里，咱们应该想想办法去救出他们才是。夏侯仪，如今凶时之刻既过，时轮一回复原位，除非等待下一次的凶时之刻，否则绝无方法可开启幽银之门，而且没有了天动仪，上开此门亦是凶险无比。小公主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现在一切总算圆满解决，就当失陷在幽银坏界里的伙伴们是为大局牺牲，也不需再冒险拯救他们了，是吧？夏侯仪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们绝不会告诉我重启幽界之门的方法，免得我多生枝节，是这样吧？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自己来做。就算要花上我的一生行遍天下，我也要找出再次将幽银召回今世的方法。咱们等着瞧吧。夏侯仪，你听我说。多言无用。不动尊者，天河之中暗星犹存，以他的性子看来，这一切还不会就此结束的。我明白，他今后的动向，我们石轮宫会负起监视之责，而我等之力不足之处，还望神阙宫能助一臂之力。好说，事关三界后运前途，神阙宫是不会放手不管的。反正后事可期，咱们静观其变便是。嗯，天命自有定数，一切就留待来日再说吧。铁爪，铁手装好了，试试看吧。铁手，很巧的铁手，我很满意。老张，这是多谢你们了，能够和恩公比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要的骆驼和凉水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骆驼就聚在城门旁边。不过恩公真的这么急着走吗？何不留到明天早上，今晚再好好休息一下。不，谢了，只是此地诸事已了，我已不需要也不想再留在这里，还是早一刻动身往中原去的好。那就不耽搁恩公的时间了，天长地久，只希望以后还能有相见之时。老夫在此祝恩公一路平安。天长地久吗？是啊，这一切是不会就此结束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再次回到这里，用我的手重新开启那禁忌的天门，让幽日的皇光重现于世，或许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宿命吧。
水。